罗比尼奥三打三，三打三，卡卡送，没越位，没越位，二比零，二比零，巴比亚诺，二比零，二比零，真不越位，这一瞬间，后卫想往上压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。巴西这样的队就是他每个位置上的个人能力，一瞬间就可以解决问题。罗比尼奥交卡卡，看这一瞬间，哎，卡卡这，哎，卡卡这太棒了，他只要一停就越位了，他就是第一时间直接轻轻一动，哎，脚弓轻轻柔的一动，手术刀一般的传，精妙的传球，真的，他不光是线路把握的好，而且这个时间就差这一丁点的瞬间，确实不越位，绝对的好球。巴比亚诺以一个巴西中锋的这个基本动作，哎，就轻巧的晃过门将。